是小猫是春姐姐的，今天是年三十，正好做个手账，走，先站起，拿着交代大家了，赶紧打开看看，这个盖子有用吗？一共两块交代，小的上面全是字，估计用不到它。看看交代款式，上来就是新春送福，看来今年一定福气满满。还有对联呢，哎，后面怎么都是些情侣款？不是吧，春节系列就这么少？这任务怎么做？但是话都说出口了，也不能不做。来吧，先把它贴到明信本上，拿出手账本来。